你看，早都跑出来了。脚断了的，然后你们注意看哦，那个骨头跑出来了哦，有看到吗？这边的骨头，看不看？骨头。这个案件是临时，我们接到办公室的来电，说是这边是车臣的海生馆，有两只狗狗正在那边乞讨，然后有一只狗狗的脚断掉了。这个山猪掉啊，应该是之前山猪掉，然后那个整个烂掉，所有都没有脚掌，然后它可能你看这上面整个都烂掉。四二一的检查是正常的，然后也是有贫血，发炎没有很厉害的。他大概几岁？海生好像是比较算年轻吧，比较年轻。他要截哎，刚刚截肢了哦。对，截肢了，截肢完了。那你没有照到吗？有，我有照到。然后其他的内脏的功能都正常。